玉龙就是个粑粑，谁到了粑粑他也玩啊。真的很奇怪呀。还是刀侠吧，要不。别扯淡了。耳近呢？完了，这把全是攻速大剑。那不全刀侠了吗？那找一个他们不玩的呀，都想想，包女儿被刀侠克。锁着甲，要去战斗，就让开。我相信未来是属于全龙类的。别担心，刚宗，我会有点。两个缸中，哎，看谁先到。没事，刀侠就刀侠，怎么样？他们能玩，我们也能玩。不行就一块死呗，多大点事儿，死就死，谁怕谁呀？别担心，刚走，我会留点给你。塞拉西还行，这不来把赌包女儿兄弟们？哎，刚才那三个都是啥玩意儿？金鳞龙、日炎、星界赐福啊，都没用，都是废东西。我相信未来是属于全龙类的。来把赌包女儿，吸血鬼呀，吸血鬼可以拿。四亿消费都不要，金鳞龙的那个呀，我都没有三金龙，我消费个啥呀？
虽然我们一张包女都没有啊，但是我觉得我肯定能递出来。我的包女装备已经小有所成了，三件小成。不是吧，这也能赢啊？赢得我很难受啊！包妞来不来？来就来，没什么问题。可以来。又没同行。有什么不能来的？没同行，没同行啊？那不是同行，哪个是同行啊？搁哪的同行？哪家是同行啊？你说这家啊？哎，我问问你，那如果赌包女能给珠光莲花的，你觉得能是同行？选珠光莲花孩子是能是同行？还有这家杀人刀都不给，这能是同行？很明显这是熊啊，他根本也不会玩啊，他看一眼别人有的啥牌，哎呀，哎，同行，就这种成分了呗。就这种成分了呗。根本也不会玩儿的，蜘蛛，蜘蛛拿不了，卡钱。下一波最好给个小巨人。不是赢了吧？应该不能吧？哎呦我操！早知道我这寒冰我不上了。这怎么能赢了呢？真够呛！我相信未来是属于全龙类的。下子亮了，好像。
2-61只包女，我看你咋玩。那硬玩是咋玩？你说咋玩？我们来找点乐子吧。我的人民在期待着我。亏1块钱。我的人民在亏吧。我怕打不过瘾。给把大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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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运气好点行不行？懦夫的味道。操他妈，我有点不想玩了。让我为您指路。算了吧。看见呗，那怎么办？你的结局都是没瞅着呗，这俩都没用。有没有有用的东西？比如说升级喽。有没有有用的东西呢？刷一个能给啥呀？刷一个能给啥呀？名字消费可以。什么是名字消费？忘了。那直接意外之财吧，这挺好，30块钱比较不错。挺好，希望这轮可以赢。我这位置没太摆好，应该差不多啊，能赢。别人彩色海克斯都是战力，是吗？啊，法师之冕居然是战力，高端购物是战力，升级喽是战力。倒数第一居然真的是同行，
就是装备有点烂。人家多了羁绊不是战力，那我多钱就不是战力了吗？怎么的，我那钱都没有用呗。就能不能给把大剑修的呢？三星辣耳挺厉害呀。我说那辣耳都上哪去了呢？为啥玩啥都能碰到同行？不知道啊，那也没事儿。这包子递出来了就不怕了，同行就同行了，无所谓。就是装备差点，没有杀人刀现在。一个锤石，但是好像没有锤石。啊，不行，上俩这个。哎呀，没有杀人刀啊，还得自己神龙秘宝去追一追。
轮没打过，我可能得避一下。哎，不行，还是拉烟口吧。等一轮直接拉上去找一张龙女。现在拉没有钱，钱不够。八级地龙女吗？是啊，高端购物八级地龙女没啥问题啊。打死一个吧，打死一个就行，掉不了太多血，他这就仨人。宝石换一下你衣服，一张五费没看见，看见了，这不亚索吗？这把大剑吧。九九九九九，一万，可以，我就这么走到底了。
把不找龙女的就亚索得了，这两星亚索不错。应该给他变亚索哈，给亚索来点啥装备呢？先来个蓝 buff 吧，蓝 buff 加羊刀，真他妈狠的亚索。龙爪鬼叔加离子，刷吗？我决定直接全拿走了，来个右锁，来个右锁，速战速决吧！我将扑灭纷争的烈火。奶妈上不去呀，奶妈上就没神龙，拉倒吧。寒冰不是神龙，寒冰是神龙啊，寒冰是神龙。要是能拉人口就好了，我拉人口吧。现在我，哎，不得，我递个两星泥以后我再拉人口，我得全二了，我再给他拉。等这个人死了。龙女不拿，龙女拿不了，龙女得升级才能拿。这干不过这刀侠呀。刀侠是真恶心呐、啊！要个妮可 ，OK， 升级。
下边给亚索拿点装备，看看有什么装备能拿的。你不用你那狗熊给我在这狠，我哥直接给你999。我直接给你999999999999999999，那都没用，直接给你九。亚索能给点啥呀？正义让人给拿走了，龙刀啊！没啥拿的了。还能他妈让我有拿法转的，我操了！我服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小兄弟，让我拿滑转的。青龙刀逆天，青龙刀也不是不行嘛。可以，来吧，999。同行已经第八了，那中期还在那儿，呀，看看人家，咱也不知道看啥，奇了个怪了。追梦啊！我估计我升级应该是升不上去了，他们的血都太少了，全是没多少血。现在就刀侠打不过，其他都能打。追梦吧，没事儿，就追梦得了。升级。追不出来呀，感觉。升级差60，三轮。升级也打不过，升级有可能能打。我升级，我的包底的血量能翻一倍。
三箱牙锁我估计出不来，太费劲了。差两轮，差两轮，我怎么感觉都死光了呢？要不要打的呀？不用我死，不用我死，没让我动，控制太多了，妈一顿控啊，加十。这一轮给我送走了，确实是很难受啊。这咬了十个人口。